我也觉得我们不要完全的一味去依赖中国经济。对，我们保，其实我们其实这八年我也不能说，就是我当然这八年我们也没有完全去中化，因为我们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进口在进出口在中国，但是我们确实市场可以往东南亚、往欧国外欧美去做移动。他共产党想要打你，他就不管你是不是国民党或民进党。就是对我来说是这样的，那在这样的基础下，我会倾向于选择不跟就是中国靠拢的政党的候选人。但如果今天不跟中国靠拢的政党推出的候选人，我认为他并没有自己的理念、价值，或是对未来的蓝图，那我可能倾向于就不投票了。